你们俩就别睡那个小房间了，去我房间睡吧。是啊，那个房间太小了。哎呀，莹莹，我跟你妈在这挺好的。这莹莹现在怀孕了，这休息好休息不好啊。那影响孩子长个儿，你知道不？走走走，去去去，回去。哎，回去睡觉去。回去。妈，爸，你们就去吧，那就睡吧，没事的啊，真的不碍事儿的。你们别争了，我和菲菲的房间让出来给你们住。是啊。 霸占你们房间那么久，我们也实在是不好意思。哎，那是，那哪成啊？你看，让两个大姑娘住那种地方，没关系的，老两口住吧。爸，真没关系的。妈，就别客气了，爸妈，去住得了。你们跟我们换吧，不要啊，还是去我们呢？就这样好了。哎呀，不用不用，你们两个大姑娘哪能上那种地方住呢？是不是？啊，哎，要不这样得了。 我们两个老的把那房间给你们腾出来。哎呦，那不成了！你看，那个清洁母啊，身体不好，怎么能到那么小的空间里去挤呢？还是我们两个去住吧。哎，你们就别争了。这样吧，让我妈陪着莹莹去睡大房间，然后我和爸挤在小房间。哎，还是儿子说的有道理，那就听自强的。我觉得蛮好的。好吗？ 清洁母，清洁公，我还是觉得，还是觉得不该你们住那儿，咱们先这么暂时住着，我们调整一下再换。我怎么说呢？我就觉得这段日子呀，真是有点怠慢你们了。自强啊，是个好孩子，哎，我有时候啊也没个丈母娘的样子，就是想能够，嗨。 哎呀，清洁母，你看你说哪儿去了？咱们是一家人嘛，一回生，二回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嘛。对，这怀孕头三个月呀，最重要了，不能有任何闪失。那站着干什么呀？快睡觉去吧。那好，回吧，回吧，清洁公，你接着泡，我接着泡，接着泡。老婆，回去吧。你刚才吵的是大了，把他们都给吵起来了。那可不。妈，我不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只知道。 你是我妈，你是我唯一的妈。这么多年你含辛茹苦的把我养大，我只认你，我不认任何人。你说我招谁惹谁了这么多年？我辛辛苦苦给别人养闺女，养了三十年，我到最后我落什么了？我落了一身的病啊！我，您把我养这么大，你现在需要我？ 别说是我的肝，就是您要我的命，我也可以给您的。爸，赵丽阿姨说的，是真的吗？真的，是真的。爸爸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妈，我不配做你妈，你一直是我妈。妈，以前我太自私，婆婆莹莹已经怀孕，居然叫她卷坑。 亏欠莹莹已经太多，绝不能让她做这么大的牺牲。怎么了？又睡不着了？啊？怎么了？啊？人家正在努力的睡，睡呢。啊，好，睡啊。
穿。妈，那我就告诉你，大伟是我的丈夫，我们都希望他平平安安的，所以他吃什么我心里必须得清楚，这样我心里才能踏实。哎妈，舒服。哎，莹莹，莹莹，妈，怎么不睡呀？睡不着呢。睡不着呀？哎，妈跟你说啊。哎呦，哎，你慢点，慢点，慢点。没事，靠着，靠着，靠着。哎，妈跟你说啊，这头三可重要了，这不太稳定，你呀。不能干重活，不能摔着，不能碰着，也不能同房了，啊，记着。嗯，我知道。妈，嗯，要是这次我肚子里怀的是个女孩，你跟爸肯定就会失望吧？哪能呢？这男孩女孩啊，一样好。我们村啊，就有这么两口子，一心想生个男孩，结果把生的女孩给扔了。扔了？后来呀，后悔了，又回去找，那孩子已经没了，被人捡走了。你说那么大点的孩子，要是被人捡了去，又对他不好。你说他不得恨死他这爸妈呀？所以说呀，这重男轻女啊，害人。莹莹，嗯，你看你多好啊，你多有福气啊，你亲妈都找着了，而且啊，你亲妈就在你身边，这个是你的福气，知道吗？妈，有一件事我想问您。嗯，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一件特别大特别大的事情需要你在妈妈和孩子当中做一个选择，您会选择谁啊？那当然是妈了，这妈只有一个，孩子能再生啊？您真这么想啊？你怎么这么问呢？没什么，妈，睡吧，时间不早了。行，来，咱们睡吧。哎，好，来，来，你先躺下。哎，过来点，别挤着你。没事。哎呦，还是大床舒服。哎呦，睡了啊。降降降降降！降降奶奶，消灭法西斯，胜利属于我们。来，降降降降魔，吃饭啦！开饭啦！姐，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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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坐。哎，你妈呢？啊，她不在房间吗？没有，一早就出来了，我以为在外边呢。我们一起来就没看见她。对啊。哟，你妈有病。他能上哪儿去啊？哎，会不会去公园散心了？嗯，对，我看是。啊，也许吧。啊，早上好，都起来了，快坐着吃饭。哎，哎，妈，莹莹呢？没在房间呀。她没和你说去哪儿？我早上做饭的时候，她在房间睡觉呢。哎。奇怪了，他们母女两个怎么同时都不见了？哎，你说这一大清早的，干嘛关机啊？妈，莹莹昨天晚上跟你说什么了？嗯，没说。哦，她问了我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她问我是妈重要还是孩子重要，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妈只有一个，孩子可以再生。哎呀，亲娘啊！坏事了。
这，哎，怎么了？这没说啥呀。来吧，我已经决定好了。那你躺下吧。平，你这是，我就随便逛逛，我就逛到你这儿了。逛逛，哎，啊对，这个是给你的，我送给你的。哎呀，你不是还在生病吗？哎，大伟呢？哎，他没陪你来吗？大伟不知道，就我自己。我把这搁这儿。哎，玉平，啊，你找我有事儿？来了就上来说吧。你们家真的漂亮，真宽敞。赵丽，这么些年你也没什么变化，真的还那么漂亮。玉萍，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不像你的性格。你说吧。好，那我就跟你直说吧，赵丽。我觉得其实这么多年，我早就应该来找你，我就是没勇气，我今天来这儿就是跟你赔不是的，我。这么多年，我觉得我无论是做女人还是做老婆，我都是非常失败的。我这么多年，我对你有那么多怨气，见不到你，我没法冲你撒，我就冲莹莹撒。谁知道老天爷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没想到莹莹是我的亲闺女，我都就是就算是后妈，我做的都不如他们。我就是。说完了。说完了。玉萍啊，你真的很厉害。你说你这竹筒到肚子，你哗啦啦的，
你把我们的恩怨全给倒没了。你让我怨你也不是，恨你也不是，我都没机会了。那咱俩这怨就算是消了。可是我觉得我这账消得有点亏啊。这赵迪也不这样，你要是你觉得不解恨，在我有生之年，我要是能做些什么作为补偿，我就可以去做。玉萍啊，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性格，你永远都是一是一二是二，把什么都写在脸上。今天你能上我家来把这件事说开了，那咱俩的结真的算是打开了，我心里很高兴，真的。你真的不恨我？其实这事儿，在我心头都憋了三十几年了，都快捂出毛来，还长出虫来了。我也希望我今天把这个事儿说完了以后，我们从此之间就不再有这个疙瘩了。赵丽，我还有件事情要拜托你。我知道我没有这个资格在这跟你说这个，就只是希望，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大卫一个人怪可怜的，我希望你能照顾他。对不起，大老远赶来的公公婆婆，我对不起我的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你说我一个做女儿的，我不能看着我妈，我不能不管不顾。所以你就可以不管我的感受了，是吗？你就可以不管我爸妈的感受，不管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吗？你说。从我跟你结婚以后，你妈给过我们什么？啊？你妈让我们俩受委屈，你让我忍，行，我忍，我什么委屈我都可以忍。但是你妈不可以太过分吧？你妈不可以得寸进尺吧？你妈的命是命，那你肚子里的孩子，他就不是命吗？喂，妈，我找到莹莹了，她就在我身边。行行行，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说说，我爸妈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他们有多高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在给我打电话，让我照顾你，让我千万别跟你吵架，让我什么事都顺着你。你让我以后，你让我回家以后怎么跟他们交代？对不起。你一句对不起就可以完了吗？你一句对不起，那肚子里的孩子就能回来吗？我知道。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做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我没有想过要逃避，我也知道我逃不了。待会儿回家，我会去跟公公婆婆解释，我会求他们，求他们能谅解我。你现在千万别说这种话，
我爸妈因为你肚子里的孩子，他们多高兴啊！啊，他们跟你妈本来就有过节，整天浑身不自在。你现在跟他们说对不起啊，因为你妈，你肚子里的孩子没有了，他们的孙子没有了。你说我爸妈会不会跟他去拼命？那我能怎么样？我没有办法。这种时候你跟我说你没办法，你不是本事很大吗？你不是能救这个能救那个吗？那你想个办法先救你自己啊。来吧，反正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先回家，迟早能想出办法来。对不起啊，打听一下，你看见我爱人了吗？啊，没看到啊。谢谢啊，我到那边看看去。啊，好，没事没事。哎，小张，你看见我爱人了吗？没看见。啊，谢谢啊。哎，外婆，你到底啊？爸，怎么样？怎么样？没找着。老家那儿我去看过了，没人在那儿。哎，晶晶，菲菲，你们都找了吧？我去那个杂货铺啊、市场啊、理发馆都问过了，都说没见过我妈。对呀、啊，还有附近的一些店，凡是妈会去的，我都去过了，都说没有见到妈。哎呀，这玉萍也真是的，身体都这样了，身边也没有人陪着她，这要出点事儿可怎么办呢？妈，你别着急啊，玉萍那个身体那么虚，她跑不远的。这样，咱们再分头找找，好不好？好，行行行，外婆，我们去那边看看。走。走吧。大伟，对不起。莹莹，思乔，对不起，我不配你们这么对我。他跑哪儿去了？你可千万别出事儿啊！要不扔下我和孩子，这个家可怎么办呢？哎，对了，玉萍该不会去找他吧？哎，赵丽啊，我是大伟啊，啊对。哎，那个，我问你一下啊，玉萍去你那儿了吗？哦，她刚才去过，走多长时间了？哦，我问你，她那个没说她去哪儿了吗？回家了。好，哎哎，谢谢啊，哎。大伟，哎，妈，你确定玉萍回来了？赵丽是这么说的。啊，外婆，赵阿姨既然这么说了，肯定没错的。那咱们回家去看看不就行了吗？对吧？对对对对，快走快走。走。哎哎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待着呢？二姐夫，你找到二姐了？二姐，你一大早跑哪儿去了？
我们家玉萍出事了吧？你们别吓我！外婆，你别瞎想了，妈不会有事的。你们快说是怎么回事？是啊，妈，咱们先回去吧。进去吧。 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回来了，玉萍，庆姐夫找到没有啊？玉萍没回来啊？大伟，赵丽不是说玉萍已经回来了吗？怎么不见人呢？是啊，我……哎呀，外婆，你别着急，咱们先坐一会儿好不好？来，哎，先坐吧，外婆，来。 自强，莹莹，这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自强，你怎么照顾莹莹的，让莹莹累成这样？孩子没了，啥？啊？啥没了？没了。哎，自强，没了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是不是孩子流掉了？ 这没了，哎呀，没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呀？我让你好好的照顾好莹莹，莹莹不能有半点差错。你这孩子你怎么记得的呀？你，妈，您别怪自强了，妈。爸，你们要怪就怪我吧，是我把孩子给做掉了。 莹莹，你去做人流了。什么？人流？哎呦，真是作孽呀！你们这两个孩子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和家里商量商量啊？哎呀，莹莹，你这是为什么呀？莹莹，你知道我和你爸天天盼着你能给我们曾家生一个大胖小子。 你怎么能去做掉呢？这好不容易怀上的，这是为啥呀？啊！哎呀，好了好了，你们别怪莹莹，要怪就怪我。谁让我没本事？我没钱买房子，自然就没有孩子了。你这个混账东西，没房子就不要孩子了？哎，你这事儿你跟你妈跟我商量过吗？不管怎么的。 是不是啊？我们也不能让孙子生下来，他就没一个着落啊！我们就是卖房子卖地，那也得把钱凑足了，让你们交这个首付钱呢。混蛋！是个东西！我可以把我的房间腾出来，让孩子住。我是外婆呀，你们怎么那么见外，不拿我当外婆啊？外婆，二姐，二姐夫，你们怎么狠心扼杀一条生命呢？你们不觉得这太残忍了吗？ 你们就别怪莹莹跟自强了，他们肯定是没有办法才这么做的。哪敢怪他们呀！不敢怪，要怪呀就怪我自己。我，你说我看这干那，我忙来忙去，我怎么就没看着我大孙子哦？妈，哎呀！行，你说你没房子，你就不要孩子。 你这是借口，是不是？亲家说的有道理，你给我说实话，你给我说实话。哎，金家，你们就别逼他们了。你说，谁愿意拿掉自己的孩子呀？啊，他们是这个孩子的父母，肯定比谁都心痛，比谁都舍不得。别再逼孩子了。 啊，既然想要这个孩子，为什么把他拿掉啊？对呀，谁也不许说了啊！妈，你过去坐啊，来来，歇一会儿，二姐休息会儿，坐下歇会儿啊。亲家母，你回来的正好。妈，啊，妈，玉萍，妈，你总算回来了。妈，你去哪儿了？都快把我们急死了。就是啊，你妈能平安回来就好。
静静母，对不起，是我教子无方，这自强他能做出这种事情来。行了，说也没用了，这孩子已经没了。你说这俩孩子，这么大的事儿，他不跟我们商量，能不生气吗？亲家，你们不要再埋怨莹莹跟子强了。莹莹把孩子做掉，完全是为了换回我的命啊！他们非常孝顺，我能做他们的妈，是我一生天大的福气。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啊！这捐肝的事不是还有我吗？还不是因为你们是一家人，你二姐怕万一有个闪失，才这么做的。来，玉萍，快坐。妈，休息会儿。来，二姐，坐。快，您休息会儿。倩倩，倩倩母，这莹莹啊。嫁给你们曾家，就是你们曾家的儿媳妇儿，本应该为你们传宗接代的。可是他为了他的母亲，做出了辜负了你们期望的事情。我代表我们任家，向你们二位道歉了，对不起。哎，亲家，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亲家母，你好好……哎，别，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把病治好，早日恢复健康。亲家母啊，这大孙子吧，反正也没了，也回不来了。既然这是莹莹的一份心意，就赶紧去做手术，啊！以后早点好，早点健康，以后莹莹还能怀上。妈，谢谢妈。自强妈说的对，现在啊，你跟莹莹身体都很虚弱。对，我让自强妈多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补一补，你们还得应付更大的手术，不是吗？我这就熬鸡汤去，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啊，走，我去帮忙。牙膏带上啊，给你带一饭盒，漱口杯子，牙刷。这个口罩一定要多戴啊！纸巾、毛巾、香皂。哎呀，玉萍，这是维生素，这是补血的药。哎呦，多了！大夫说了，这个只要有体力啊，才能应付得了这个手术啊。来，快吃了啊！瞧你，怎么了？害怕了？别怕呀！我跟你说，回头我在那个手术室门口啊，我陪着你，我不走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大伟，啊，你干嘛对我这么好？瞧瞧，瞧瞧，你说什么呢？你这，我不对你好，我对谁好啊？你是我老婆呀，尤其是你现在生病了，这更得对你好啊。说实在的，玉萍，哎呀，你这一生病吧，我特别自责，真是我心里边我这特别难受。那，你说你都是因为这个家，你这个病吧，都是让家里边给拖累的，把你给累病的。哎呀，真是我没照顾好你。你说的是心里话吗？不是，我真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实际上我早就想跟你说了。哎，你在这个家不光是这个家啊，你在我心里边啊，你就是主心骨啊。这我跟你说，就跟这房子，没房梁一样，啊，你如果不在这家啊，这屋子，撑不了几天的就得塌呀，真的。胡说，这么多年我对你脾气也不好，也没给你生出个儿子来，最后还病了，你一点不恨我吗？我怎么会恨你呢？玉萍，别哭别哭啊啊，嗯，不哭。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大伟。哎，别哭，别哭啊！大伟，我去做手术，我心里有件事要跟你说。啊，你说。如果我要是一去不复返，你知道吗？三十多年前，可能因为你，可能。可能因为我，你跟赵丽没能结成姻缘。我就希望，如果我去做手术，万一要是回不来，你跟赵丽要是还能再续前缘，你就娶吧。其实这也是我爸爸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吗？你胡说什么啊！你胡说！哎，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啊！哎呀，没事儿。你要是听不明白，你就出去待会儿吧。我想一个人，一个人待会儿。好好好。哎，好，那我出去了啊，别难过啊。你出去，你跟我这儿假惺惺的。不管过去发生过什么，啊，咱们都让它过去了。咱们今天呢，就把它给挂起来，让它做个凭证，好不好？咱把它挂起来。哎，你先挂那边行吗？
挂这儿行吧，玉萍，让他看着咱们，啊，恩恩爱爱的，和和美美的，过银婚，过金婚，啊，好好过日子，好吗？ 老公啊，你先别忙着睡，帮我去厨房煎两个荷包蛋吧。啊，对，我要三个。半夜吃什么荷包蛋呢？哎呀，你别问那么多了，快去嘛。 和他一起幸福啊，直到白发满嘴没了牙。